系数要粗，这个粗的话向左下方斜的，由重到轻。横，间距要小，这个竖画要垂直。这个竖向左下方斜，一斜一正，形成这个变化。提按向左下方。蜡笔，高提笔，然后向右下方伸展，顿完之后把笔提起来变尖，横画间距基本相等，圆细一点，竖画越粗，一个斜的一个正的，然后这部分横折折撇写的要高一点，要窄一点，不要太宽。那笔向右下方伸展要长，